Hello，大家，今天已经是我从温哥华回来湾区的第三天了。前两天没有记录，是因为我真的太衰了，就是我不是才刚掉完钱包吗？然后我的 paper 就是有点被 reject， 现在要 reformat 投到另外一个期刊。然后我的电脑无预警的就是那个 logic board 坏掉，所以我昨天就重买了一台电脑，反正就是这两天也是蛮烦躁的。反正呢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电脑了，然后现在要来去图书馆，就是要把我那些 paper 要 reformat 的东西重新弄一下。然后，6月20号的时候，我还有就是在台湾的博班要 progress report， 所以我接下来的十几天就是要疯狂的认真上班了。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很想念，就是这个风景超漂亮的。我快速换好衣服了，现在已经快要6点了，然后我要去爬山，去爬那个 Stanford Dish。这是 Henry， yeah. 我们来爬 Stanford Dish。欢迎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 Sherry。Okay.7点，但是太阳还超大，把东西都改好了，然后想要上传我的 manuscript， 然后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吃饭，所以大概在半小时，所以我赶快把它用完。Henry John。周贵行踪，没错。一边开会一边打，对啊，超屌的。重点是他还不是只用听而已，他还要讲话。对啊，全部都是要去台湾包的，全部啊。我在湾区的朋友之一唱要回台湾了，耶！下次跟你就在台湾见了，真的是在台湾见了，在台湾见。他还买了2瓶酒，没错。好久回去跟大家分享。你在干嘛？好重，好重。哎，好，很肥哦。你这样看起来很像选手。很像选手，还要拿那个托运炮出来更像。我们接上 Sherry 了，要来开箱 Henry 的家。OK， 超神奇。脚尖没有邻居。哇。我带你参观室，我的阳台，我的酒，我的学妹的食物，阳台蛮大的，我在阳台烤肉，哇，要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酒吗？这是 Pasa Robles Austin Hope Sherry 的爱酒，有。失败来惨，后来的热爱也被辜负。和你说，我喝几杯，和你现在哪位？欢 Sherry。让我年少人为不自卑，要你坏。算了，没有见过。
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我们唱到了凌晨四点，要回家。四点还算还好，我们刚刚都唱到六点。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Sherry 呢，他明天早上呢要先搭四个多小时的车，五个小时到塔后，然后再你那叫走 trail 吗？还是对的，要走大概 6个小时的 trail， 疯狂吧？他呢也是明天早上八点要去机场接他朋友玩一整天。没事啊，朋友可以等。Hello， 现在已经五点多了吧？这两天就周末这两天去朋友家唱完 KTV 到现在，就是都在睡觉和做报告，所以也没什么记录的。本来晚上有聚餐，那时候还没有去，然后就想说出门买一点东西，现在要来去超市。在玩这个 Myrtle 要解破案题，他在很认真的看题目中。那到底几篇 paper？ 爱因斯坦发表几百篇吗？不见得吧。对啊。我现在要准备出门，我刚刚就是在跟一个 Georgia 那边的一个老师有。联络了一下，因为他问我愿不愿意过去那边当 postdoc， 然后就在讨论一些细节，还有申请奖学金的东西。然后我上个礼拜不是把我的电脑用坏了吗？然后我的朋友有就是很好的借我他的一台电脑，就是可以先让我 cover 过去。我就想说，我趁今天想要去换一下我原本买的那一台电脑，因为他的 memory 只有 16G， 但就是显然的对我来说不太够用，所以我可能要换到 24G 之类的，所以我今天要去退货，就是美国还不错的地方 Apple 就算你已经开封使用了，但是还是有14天的鉴赏期。现在已经快两点了，所以等下去换完之后可能再准备一下下礼拜 progress report 的东西啊。对，我这礼拜一直都没有好好准备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好，但是我下个礼拜就要报告了。但我今天晚上要去打高尔夫球，然后明天要去试着打九洞，因为我在美国的高尔夫球好朋友们他们要回台湾，所以就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遇到了嘛，所以这礼拜会是最后一次打，所以就是百忙之中也还是要再抽空去打一些。好了 ，update 完，我退掉了，然后。买了，真买了。哇，录最后一个 vlog。今天要打200颗。因为明天要下场，所以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能一直打到这个果岭就好了，控球。喜欢一颗柠檬。回到家就是要赶快继续做报告，已经10:20了，可是不累了。结果我又在不务正业的跟朋友讨论礼拜五晚上要来去看 Inside How To。这是在美国最后一次朋友来接我去打高尔夫啦。Yo， 嗨，我在陪他来买他的昂贵的高尔夫球球具。看到这好心动，因为我刚刚在这边一直在练腿杆，就是这个体育用品店。我们来吃碗龟。
外卖吃茶3000。Oh my god！ 我们今天来打九洞，现在在等 Sherry 来，然后他在练推杆。好，今天要打的球场是这里。请问薛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打一晚上。可以 ，Alice 的第一个 tee off， Hole One Blackberry Farm， Let's go，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哇，然后拿球，然后秀出来。可以啊，打完了，我们的教练表示欣慰。雪莉，雪莉 ，Hello， 你要不要分享心得？心得就是，你不是要偷偷卷？哦，对，要好好练习，不然球都打不到。第一次下场就是成瘾的开始。哦，嗨，来，请问你刚才在干嘛？我在跟路边的大神。就是要那种油的那个，就是要再加一点，但是好，但它会有那个气泡声。去看 Inside Out 2。好久没有骑脚踏车录 Vlog 了，我现在呢要去捐血，因为今天晚上要我班的 Progress Report 进度报告，所以我要去做点应得，我一定要来去捐血。我是在美国晚上11点，台湾下午2点的时候进度报告，所以捐完血回来可能要休息一下，不然晚上会没精神。就是这个礼拜是我在美国的最后一个礼拜了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要整理房间和清东西的。我真的会超级怀念，就是在这种绿荫中散步骑脚踏车的画面。我捐完血了，去图书馆继续准备晚上的报告。And then got transferred to immunity and probably just like Dr. Wang. 早安的家。我最近疯狂熬夜，所以长了很多痘痘。我现在要搭公车去 Mountain View 那边买一件就是我很喜欢吃的中式料理。到了，我到家了。我买的算是一个套餐，就是很多菜可以选三样，就是沙茶牛，干煸四季豆跟，哦不对，这是沙茶牛，这是椒盐排骨，这是干煸四季豆和白饭，这样子是一个 set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来卖掉我的脚踏车，然后那个人正在试骑我的脚踏车，看得到吗？在这里，他在试。我刚刚把我的脚踏车卖掉了，就是还有一点小伤感。其实我昨天在洗我的脚踏车的时候，就有一点点就是跟他说说话什么的，因为他也是陪我去过了很多地方。原本想说卖完脚踏车，就想说出门了就去晃一晃，可是30度真的热死我了，所以我还是走回家。对，我现在要走回家，超级美的。从 Aston 开始，我们要去 Santa Cruz。我同意就拍微笑。和 Sherry 一起耶。我们现在来吃早午餐，已经12点了。我们等了20几分钟了吧？对，不止，差不多。
逛 Santa Cruz 的 downtown。 Aspen 到哪间店都想进去。Go go。我们刚刚两个买了这个，好看，它是海豚。这个鬼屋其实不可怕，但是那个鸟在上面才可怕。最终餐一定是要来吃鲜鱼，先要甜点收尾。这是豆花，还吃冰。今天呢要来吃白带，就我之前发生了一连串太废的事情。我刚刚在这边有一个庙，想说要去拜一下，然后顺便祈求走路顺利，还有发配盆也要顺利。一个小时的车，我终于到了，就是再走一小段就到庙里。线上，所以我就出来逛一逛。现在三点多，然后就顺便下来吃东西。我后来买了卤肉饭和冬瓜茶，买了一件牛仔衬衫。我只有买了一件牛仔衬衫和这个 pretzel， 外套 pretzel。今天是我在玩具的最后一天了，然后没有什么行程，就是要把房间所有东西都整理好，然后打包好。今天是最后一晚，明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就要退房了。然后我爸妈大概是九点会到美国，就是会先跟他们一起玩西雅图，然后再回来旧金山这边玩一下，然后他们就会回去。然后我会再去温哥华，因为我还有七月还有一个 conference 在那边，所以我会去温哥华再待到七月底，然后就回台湾啦，就真的要结束我的北美漂流了。我整理了真的整整一整天，然后都收好了，这里面也都空了，等一下可能就是擦一下，这些那么多东西都收好了，但是明天要穿的啦，所以就放着。这些东西就是今天洗完澡会丢掉。